明朝末年战火蔓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民不聊生，而六朝圣地人而皆好民，则开诈善之门，是人而不好民，则绝为善之路。知故犯的话，那就罪加一等。明白了。好好好，我就想给你讲讲。多喝一点啊。哪能这样子任你看清？看来猪这种小人，我干嘛去巴结他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真是不明白。长的光辉都不及你灿烂的一笑。哎哎，公子说得好，董姑娘听着这些话，一定会感动的。哇！这么大，想烫死我，滚！你就当这每一个看上眼的，咦，您自己看呢，有哪个您愿意让我？不会跟你们搞什么反来反去的运动，不知道茂公子今天来。茂公子，什么事啊？茂公子，哎，茂公子，茂公子，茂公子，董小姐，犹怀畏人之心，故人而皆好民，则开诈善之门，使人而不好民。改日再到府上喝茶吧。早料到姑娘身体不适，特别带。况且你又还没嫁给冒辟疆，你随时可以嫁给别人。一。你嘴巴。啊，你，咱们青楼女子的话，您别这么当真。我知道你很想见冒公子，我。咱们停一停啊！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，我们也不是名门正娶，怎么我的花瓶。不要，我的花瓶，不要，不要，我的花瓶，不要钱，我的花瓶，不要。董姑娘可别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江山万不管了，江山万以后怎么办呢？